一面是毛茸茸，一面是吸水，好，就是可以防风的，为防风跟防泼水的材质。毛感如果各位有在居然家买到，你不用担心哦，我们家的毛出了名的好穿。还有这个大大朵的帽檐，就是我最喜欢的地方，走到背后呢，它的边刚好可以遮到我们屁股的下缘，所以呢，妞儿身高161，给大家参考一下我的长度哦。要穿哪一面比较暖呢？如果你真的在外出很寒冷的地方，你可以把毛茸茸穿里面，我觉得更保暖。然后这个粉红色，你看微防泼水，你看它颜色对的多漂亮，然后后面又是这种毛毛的帽檐。我把那个这一面，就是它那个防风面穿在外面，其实我觉得它看起来是蛮显瘦的。现在把它反过来穿，因为有些人在问说，哎，会不会里面没有口袋？它两面都有口袋，那你不用担心说这个毛毛会不会看起来太夸张或什么。我跟你说，其实我觉得还好，你直接看镜头上，就是我穿的样子，其实就是差不多是你们穿起来的样子。黑色的话呢，其实从镜头上看有那种撞色的感觉，有没有？里面呢，它的毛是乌黑亮丽，所以我说，如果你想要走一些 party 式，或是你这个人本来就喜欢气势路线，你一定要买黑色。然后你看我们的毛感都是乌黑亮丽，掉毛指数我觉得非常非常的低，整个里面可以容纳非常非常多的衣服。